去年11月产下女儿叉烧包的朱茵一直在家静养，至上月底产后出席澳门活动，但之后又继续闭关照顾女儿。昔日女神认真做起24孝妈咪，从女儿出生起，朱茵便用微博记录下乖女黄英的点滴生活，一举一动用照片保存。近日朱茵又上传一张女儿新照，只见黄英望的奶粉非常可爱。同时朱茵留言表示，表达妈妈又辛苦但快乐的心声。每隔3小时的喂食是我俩的亲密时间，除了令我这新手妈妈练就开调奶粉的技巧外，也同时可以体贴我的宝贝。她会告诉我何时扫风或继续吃奶，只要观察着她细微的表情，总让我惊喜。她仿佛也庆幸妈妈能够明了，我乐透了。带孩子是全天候24小时最艰难的任务，但也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事情。